创造101成团夜，孟美岐稳坐 C 位，刘仁宇落选，最终名单你满意吗？今天是创造101的成团夜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间，101位小姐姐经过层层筛选，最后只有11位出道。今夜这最后的名单即将揭晓，一时间竞争异常激烈，都在做最后的冲刺，每一刻排名都在发生着变化。今天中午12点公布的名单，到晚上8点，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又发生了一番变化，所以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不知道最后的名单会是怎样。这一次成团之夜，请来了一众大咖明星助阵，如廖凡、彭于晏、李宇春，三位都为22位女孩加油打气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101女孩们也纷纷使出杀手锏。尤其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李子璇，跳了一段很炸的舞蹈，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被这段舞蹈惊艳了。最后的决赛舞台歌曲，一首《蜜蜂》，一首《绽放》，也很应景。尽管我们有很多不舍，最后101女团在今晚毕业了。火箭少女 Rocket Giles 出道名单现在为大家揭晓。 C 位，孟美岐。山之大哥从节目开始就一直备受关注，唱跳实力俱佳，身处高位压力一直很大，加上和好姐妹竞争 C 位，但得知自己是 C 位后，终于卸下盘旋已久的重担，喜极而泣。第二名，吴宣仪。吴宣仪自节目开始也是备受关注，呼声还是最高的，但是在节目中的表现却不让自己满意，比赛没有赢过，不禁对自己产生怀疑。虽然没有获得 C 位有些遗憾，但宣仪也很感谢创始人的支持，一直保持着甜美的笑容。第三名，杨超越。一直很爱哭的女孩子，这一次却忍住泪水没有哭，凭着一股傻气收获了第三名的好名次，承受着全网黑的压力，一直努力地告诉要走下去，现在节目结束，相信这是对她的一种解脱。第四名，段奥娟。现在的导师真的很调皮，提供的信息都是反的。段奥娟凭借着出色的唱功被创始人熟知，在这三个月里，从跳舞小白到能唱能跳的均衡选手，背后也付出了不努力。第五名，Inarmy。 Inarmy 的长相确实是不符合一般女团，但这是创造101，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。 Inarmy 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这结果似乎在她的预测中，自信地面对到来的一切。第六名，赖美云。赖美云一直觉得自己出道没有希望，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跳舞唱歌也不是很好，甚至今天还出现了失误，所以这次能出道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第七名，子宁。
子宁获得了女团创始人1,763,613个赞。子宁在得知自己的排名后，心情也是很激动，一时之间都说不出话，现在甚至安静了一分钟。子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生到如今被观众熟知，在通往出道位的路上，子宁也一直鞠躬向在场的观众和创始人们表示感谢。第八名 Sunny 杨云晴。杨云晴最终以第八名的好位置出道，这一路走来，杨云晴很不容易，登上过顶峰，也坠入过低谷，所以这次能以第八名的好成绩出道，也在杨云晴的意料之外。在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泪如雨下，再次恭喜 Sunny。第九名李子婷。这是一位来自泰国的女孩，作为3A 成员之一，在红色高跟鞋中的惊艳表现让人记忆犹新。现在拥有如此多人的喜爱，也不枉她背井离乡奋斗打拼。第十名傅菁。傅菁第一个敢坐上 C 位的人，确实很有勇气。傅菁是一个不喜欢哭的女孩子，但是在这里还是没忍住泪流，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，一直努力，所以才没有让自己失望。第十一名徐梦洁。游记的第一期时，徐梦洁及两位蜜蜂少女在上场前给大腿打阴影，希望上台时能让自己的金华火腿变瘦点，如今抓住最后的席位，顺利出道。李子璇、刘仁宇、高秋子等人遗憾落选，这最终成团名单是你们满意的吗？